李家可是厂，我今天来找你就是聊聊天儿。哎，没问题，我们聊聊天儿，没有什么您尽管说。那我就问了，您问，你对我女儿安心是什么态度？我就是挺喜欢安心的。这个不是我自夸，我们家闺女有颜。 有钱，没孩子，自带一套房，最重要的是旺夫，绝对是离婚市场上的一张王牌。你呢，虽然条件也还行，但是年轻啊，这个不是资本，你还带孩子呢，你跟我们家安心要在一起，绝对是你赚了。 是，安心确实很优秀。那你是不是想跟我们家安心在一起？就是你是不是认真的吧？叔叔，我是认真的。